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。那今天就来到台北市汀州路的政客家鱿鱼羹。因为我今天要出远门，所以我只能挑近的吃。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就在汀州路上，然后今天天空超蓝的。哦，但是我有知道一个别的吃法，所以不算是这个，不算是完全一样。那我今天要那个干拌面，干拌面跟综合羹这边吃。干拌面有分大小碗吗？大碗好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很传统的羹面了。请问你要加辣吗？然后那这边有写内用外带都要排队，其他通常的状态是都是会排队的。好，那冷盘还有什么？好，那个、菜单就在这边看一下，算是平时的价格。好，那就先从这个面开始好了，然后他们辣椒很辣。好，先加一匙。好，那半开时间跳过，上面就是有辣椒我自己加的，然后香菜跟这个油葱酥这些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拌的时间好像没有按好暂停键，那就直接，大概有几秒是空白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咕噜咕噜的油面，然后加上这个油葱酥，很香，也很烫。好，这样吃起来也蛮别有风味的。这个是干面，好吃。好，分量也蛮大碗的，好不错哦。那我分数我觉得是86分，传统的干面，不过它就是比较普通哈。有一个干面，一个综合羹，然后一个综合羹。这家生意超好的。好，那个人认为精彩的还是在它这个综合羹呢。然后就都加一些啊，佐料都加，然后就很好吃。那就看个人啊，那个加与不加都可以。好，这个就是传统风啊，冰柚啊。羹汤最好吃。好，这鱿鱼切得很大块。就这种传统的风味啊，很美味。
还是这种传统风的综合羹最好吃啊。啊，鱼酥也蛮酥的。啊，其实可能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热，这边客人比较少，不然它稍微温度低一点的时候，客人都超多的。传统风最赞。好像辣辣的吃起来很开胃。好赞。哇，这样偶尔分开吃也不错。啊，那综合羹汤大致上就这样，那就等各位来品尝，很好吃哦。啊，料也蛮丰富的。好 ，OK。啊，快要吃完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汤底就是满满的柴鱼渣，对，它的汤头是蛮典雅的。嗯，好吃。好，那钱我的多少？130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好，那感觉都变成越南妹的天下。好，但是口味做得好吃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这边这里就是这个桥上的美景。在这个夏日的日景啊，不管日景跟夜景都很漂亮。那就希望各位有机会看看这个手机里的画面，因为通常在这个桥上是不会停下来的，这个桥上的美景也是很漂亮的。好，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人在钓鱼。景色真的是很优美。
好，那就祝各位有个愉快的一天啊，拜拜。